大家好，我是梁家业，在中华基督教会基泉小学读四年级。我平时的爱好就是阅读，咁图书馆老师咧就知道有呢次全港性的阅读报告比赛啦，咁佢就推荐同埋鼓励我去参加呢次比赛。咁我自己都觉得呢次的比赛题目阅读好滋味，好有趣，所以我都决定去参加呢次比赛。我叫曾嘉怡，就读加密爱丽顺小学。我参加呢个比赛是因为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叫做阅读大使的活动，跟住个老师就叫我参加呢个比赛咯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卓乔，今年十岁，而家读紧德望小学暨幼稚园四年级。我参加呢个比赛是因为我自小都中意读课外书，老师见到我有呢个兴趣就鼓励我参加呢个比赛。我今次分享的图书是《元气奶奶的创意集锦烧》，作者是佐藤和贵子。这本书的内容呢，就是讲主角元气奶奶经常运用随手可得的材料，即兴创作美味的集锦烧。这本书令我联想到我和妈妈是去煮嘢食的趣事，同埋俾到我一啲嘅启发，就是我哋要尊重同埋珍惜呢个食物，唔好浪费。分享咗一本叫《风吹过粟米田》嘅一本绘本，佢就系讲一啲贫困嘅地区，佢哋冇粮食嘅嗰啲悲惨嘅情况啦。而相比起嗰啲富裕嘅地区咧，佢哋嗰啲人食唔晒嘢，粮食越倒过佢，跟住就讲明呢个世界嘅粮食分配得好唔平等咯。我就得到一個啟發咧，就係我哋唔好浪費食物啦，要去珍惜呢啲食物啦，因為呢個世界上好多人佢哋都食唔飽咯。今次分享個作品係《Dumpling Day》by Mira's Revamp， 作品係一系列嘅短篇故事串連一齊嘅，關於作者住嘅社會入面同十個唔同家庭一齊做餃子，由準備同煮餃子到餐桌上的对话和建立友谊。我揀这本书是因为有和家人一起做饺子那阵子有种快乐的享受。这本书又教导我要尊重和欢迎不同背景的人。作者又讲到他们包饺子那阵子互相学习和交流。在家的时候，我会怀住感恩的心去品尝妈妈整的饭餸啦。中午的时候我们出街吃饭，有些剩下的餸我们都会打包回家，留住夜晚再转成其他的饭餸一起吃。按这个份量来买，而且吃不完下一餐吃，或者如果你买得太多可以分给隔壁邻居咁样吃下咯。都我会计划购物，可以计划嗰啲一个星期或者一餐食嘅啲嘢食，依照呢个单去买嘢食，等佢唔好过多嘅嘢食，或就会可能会变咗浪费。除咗写作之外，我哋仲可以利用绘画嘅方式去宣传识食，例如做惜食的海报贴在班房，提醒大家午膳的时候都要尽量吃完饭餸，不要留下。可以拍一条视频放上那些社交网站，跟着就可以讲那些饥荒的悲惨情况，以及教人怎样去珍惜食物。我会用 Facebook、Instagram 或者其他社交账媒体可以推广下识食呢个文化俾其他人睇下啦，就可能会做下啲挑战啊，俾佢哋试喺屋企度做，或者可以开啲烹饪班去教佢哋点样用剩余嘅嘢食做新嘅菜式。